你如果真的要跑完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意志力，什么都不要想，只要跟着我跑。Won't you hear the murmurs you hear? Won't you see that you're about to hear? 정약이떨리는느낌사랑해사랑해너를 Won't you hear?栗子，你真把我们吓坏了。欢迎你成为乒乓社的新社员。栗子，你要不要吃什么？我们有准备牛奶跟面包。不用了，我不饿。凌霄，我谢谢你，要不是你给我鼓励，还带着我一起跑，我一定没有办法跑完全程。别这么说啦，其实我也没做什么，是你自己的意志力够坚定，才能够跑完全程。还真巧啊，栗子为了通过测试今天昏倒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说了，他还好吗？他没事，只是有点累，已经回家休息了。不过这几天看他这么努力为了通过测试，还真叫人担心。他的个性里啊，就是缺乏弹性，想要怎么样就非得怎么样不可。你还蛮了解栗子的嘛。是他的个性太显而易见了吧。不过我还蛮佩服他的毅力的。那他还真不简单啊，能让你佩服，以后要请你多多照顾他了。其实你还蛮关心他的嘛。只要他不发那种大小姐脾气，我是很乐意跟他当朋友的。既然关心他，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呢？我看还是比较好，免得啊他又误会了。比起少一个朋友，一点小误会更不算什么。说的总比做的容易。啊，对了，你们那天的社团活动好玩吗？你是说烟火大会吗？我们临时出了点状况，所以学长学姐都没有来。所以你错过烟火了？也不算是，我们还是有看到。你们？你不是一个人啊？不是，我是和凌霄一起。我说你啊，怎么一点都没有变，把这顾虑东顾虑西的，想那么
么多，到底是对谁有好处？根本就为难自己，也为难别人嘛。哎，我看不如就这么办好了。什么怎么办啊？你想跟我出轨主意哦？你呀、啊，干脆把自己生病的事情告诉陈烈，也告诉凌霄，看他们两个谁可以接受，你就选择谁，这样再简单不过，也省得你心烦。我觉得你这建议很糟。怎么会？这建议很完美啊！一来你自己一点都不用伤脑筋，二来轻松解决两难习题，很棒吧？你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。是你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吧？不是这样的，我生的病随时都有可能复发，要一个人冒这种风险，实在是太不公平了。再说，爱情的世界里，本来就没办法要求公平嘛。是这样没有错，可是我觉得要一个健康的人去喜欢一个生病的人，这样是没有道理的。胡说，我知道的，明明就有一个。好，请进。等一下，喝杯热牛奶。好、啊，谢谢。在做什么？我正准备出门练习。哦。嚯，怎么那么重啊？这个啊，沈妈特别制作让我练习用的。沈妈？她是谁啊？哦，她现在是我们乒乓社的指导教练。那他平时都叫你做一些什么样的训练呢？他要我带这个护腕到游乐场玩打地鼠。打地鼠？很奇怪吧？什么啊，就是这样子，老要我们做些奇奇怪怪的特训。不过在他的指导之下，我进步很多，所以不管他要做什么，我相信都有他的用意在。听你这么说起来，这个沈妈跟一般的教练不太一样哦。是啊，虽然啊，她平常训练很严格，又不苟言笑，不过我觉得她是个外冷内热的长辈。我觉得自己好幸运，可以碰到这么优秀的教练。爸，我要去练习哦，不然会太晚。啊。先走了，路上小心啊。嗯。啊，孙胜啊，是第一大学乒乓校队的副队长。他的弱点是左内侧球，只要你猛攻那一点，胜算就很大。既然你都知道对手的弱点，那你怎么还阻止他？他一察觉到我发现他的弱点之后，立刻运用灵活的技巧抢回控球权。我根本没有机会攻他的弱点啊。那你是败在反应慢咯。是啊，我反应不够快。那个队长呢？我没跟他比，不是很清楚哎。不过既然是队长，那应该比副队长厉害。哎，你都打得这么辛苦，要赢啊，恐怕用点小伎俩。小伎俩？告诉你啊，你只要连我喂哇，打球就打球，想什么诡计啊？老妈，你不要神出鬼没吓人啊！哼，你们两个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，白费心机了。为什么？桌球馆被踢馆，我当然血耻啊！血耻是应该的，